一起跳，才能发挥出力量。见到你笑，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跟着你笑，幸福充满整个心房，毁掉所有骄傲，留下慈悲的温暖，随喜拥抱分享亮光的灿烂。每个月的初十跟二十五，莲花生大师只要你提醒他，必定降临加持。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加持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是脆弱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得绝对的空性。莲师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那当然还有一个讲法，事实上莲花生大师也是地藏王菩萨的显现。特别莲花生大师，他是两个相合一，那个脸他所显现的是他的眼睛是什么，是有愤怒相，那他的脸是婴儿相而且莲花生大师显现的是所有所谓在家跟出家的整合体。他身上有国王的衣服、解脱的衣服、菩萨的衣服、密咒师的衣服，都在他身上他就是一个诸佛菩萨总集的力量。我想一门入门门入，并不是说你看到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功德这样，所以我只念他，其他不念，那你又错了。真正的修行是你懂得莲花生大师，原来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每一尊佛菩萨的功德都是这么殊胜。莲花生大师讲一句话很好，把你的心交给我。好，大家阿弥陀佛，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是成佛的，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来念一下莲师的祈请文，然后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安住在佛的心，因为莲花生大师讲一句话很好，把你的心交给我，你不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因为心是我们的生命呢，它是全然的供养莲花生大师，但是这个供养莲花生大师，你才可以找到你自己。所以你不要考虑太多，你现在你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不舒服你要想的是众生的不舒服而已所以众生病菩萨就病，这样而已。我想妈妈最大的痛苦不是她生病，而是她的儿女在生病的时候，那才是妈妈的痛苦。那我们必须让自己保持如此，所以祈请莲花生大师的加持。任何一尊佛菩萨事实上都一样的，你的内心里面跟佛的心、跟阿弥陀佛、跟莲花生大师有没有同一个点，那各位你要去抓这个点。那如何抓这个点？那你就要全然的奉献，把自己的心交给阿弥陀佛、交给莲花生大师、交给观音菩萨，或是让阿弥陀佛的心完全占据你的心这个叫一心念佛。在密乘里面，上师入心，你要以你的上师的心充满你的心，而不能有你自己的想法。师父我想，不用想了那佛菩萨怎么做那我们就怎么做。那你要这样来消除这个我执法执你必须消除这个障碍所以我想每一点，就像各位你拿麦克风叫你唱歌，你一定想要唱出最好听的声音来感动别人，那就是永远抓住那一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世间人都有那个点，只是他
他的因缘不到，他把这个点放在成就上，唱歌、煮饭、做董事长、做领导、做个好老师，因为他希望被人家称赞，他做得很好。但是佛不是的，佛不是，你不要称赞我，你做得很好比较重要。我之所以做这样，是为你而做，而不是说我要凸显我这个医生很厉害，我这个歌星很会唱，我这个演戏很会演。我想每一个爸爸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每一个佛菩萨，他之所以示现成佛，他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不断佛种，都跟他一样。我想祈请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这个我，把自己交给莲花生大师。所以我们大家祈请啊，念一下莲师心咒，来，嗡，无尽他陀西呗。心眷属总围绕我，虽入尊而修持，虽是家世即降临，故路白马须得红，无尽刹土西北。最好的供养，依教奉行是最重要的。修行必须从我们大宝方讲态度表现出来，对不对？态度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关心对方嘛，当然我们，当然有人会说了，我们在放生，他在杀生呢，我要骂他，不行，杀生的人他很可怜，这是因为他过去。这个业而感召他生在一个杀生的家庭，他得到这个传承，这也是传承啊。他爸爸杀他也要杀，爸爸杀蛇的儿子也是杀蛇的，他很可怜，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一定要同情他，对他很好，安慰他，鼓励他啊。因为佛经有说了，就算你每天杀杀杀，你只要能够救18只生命，
你这一辈子的杀业就消除掉。各位要记哦，十八支。啊，就算有人死了，造了很多恶业下地狱，你帮他救七支生命，他就不用下地狱，就脱离地狱。为往生者救七支，啊，为活的人救十八支。所以我每次去餐厅吃饭，海鲜店老板都不好意思出来，我都给他打声 hello hello hello， 他送他东西，然后再跟他讲，我知道，哇，杀那么多没有关系，佛讲的，莲花师大师又说，救十八支，他就眼睛睁了，好，我一定救十八支。如果他每个月去救十八支，我看一年以后他就 OK 了，他就有福报了，他就会转业了，因为这十二次的善根呢熏习，他的悲心就起来了。但是各位，你不会跟他讲说啊，你一定下地狱的，因为你在开海鲜店，然后你在杀生，那对方那就干脆不要信都没事，对不对？因为这个五浊恶是很难的啊，不管你要推广吃素啊、放生啊、推广念佛啊、推广持咒啊，反正都有障碍啊。啊，因为这叫末法，也因为末法，所以我们还要一直祈请啊，能够调伏魔障的莲花生大师。这是也是在佛陀受戒，这个越末法越障碍的时候，越需要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啊，因为能够降魔。每个月的初十跟二十五，莲花生大师只要你祈请他，他就必定降临加持。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加持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是脆弱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得绝对的空性，所以就一直在起心动念。特别各位，如果你有慈悲心，那你更要祈请。为什么？因为看到这个世间或是你的亲人在生病啊、忧郁症啊，你实在没办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能以这个信心祈请诸佛菩萨的悲心来加持我们的内心自在，来消除那个痛苦跟障碍。那莲花生大士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显现，特别是在佛陀涅槃八年以后从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啊。所以所谓显现，那就是一种化身呢，就希望各位哪一天修道，那你能够变化，那你可以变化一千个你自己，那就是你的化身去利益众生。所以正的法身，那就是绝对的空性圆满报身，那就是你功德圆满啊。那一个是福德之量，一个是智慧之量。然后呢，那这两个圆满要干嘛？那就是要化身，能够以你的化身去帮助众生。那这个化身呢，就像杯子上只要水清净，它就会显现，所以去利益众生。所以这个世界佛陀说有很多的诸佛菩萨化身一直来这个世界。那化身跟一般我们这种业报不一样，化身的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就像一个影子一样，他只是利用这个影子去帮助众生，所以他没有苦恼可言。他之所以变化出来，他只是为了帮助众生。就像释迦牟尼佛，他也是一个化身。佛陀在过去累劫就成佛了，他是为了在2500年前示现成为一个人。那怎么样呢？去示现做人的过程啊，所以这个过程到放弃王位享受修苦行成佛，怎么样的度众生，那就像演戏一样，就像你一个演员
今天叫你演皇帝，今天叫你演男人，演乞丐，你都可以演得很好。那对演员而言，他自己也没有所谓快乐痛苦，他只是为了薪水钱，但是对他来讲演得很自在。所以那莲师也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那当然还有一个讲法，事实上莲花生大师也是地藏王菩萨的显现啊。那无论如何，那诸佛菩萨一定会按照众生的信仰需要去显现，就像圣母玛利亚是观音菩萨的显现啊。因为你对西方人不可能用观音菩萨去度他，那就要显现西方人喜欢的啊这种爱的形象，所以这种慈悲的形象。所以每次经过天主教堂，大家很喜欢看圣母玛利亚那种慈悲的像啊。所以当很多人受苦的时候，就会祈祷圣母的加持。那我想每一个菩萨都是为了去帮助众生，那所以我们现在念莲花生大士，就是希望以因为莲花生大士的这种愿力，他说每个月的初十、二十五，他一定会到人间来。但是莲师说，你一定要祈请他啊，就像儿子在叫妈妈，妈妈很欢喜的。然后呢，没有一个妈妈会舍弃儿女的。所以，当你的内心啊脆弱了，想要生气了，嫉妒了，没办法抗拒这些了，那你要赶快祈请。这个就是佛法的目的啊。这个世间很苦的，如果你要去抱怨，可以抱怨到天亮啊。那你那抱怨，你为什么不念佛呢？啊，祈请。那你祈请久了，你会发觉啊，这个完全的相信。所以很多人说我要修什么法，修什么法比较容易啊成就有障碍。莲师说，对上师的信心是最重要的。那简单的说，如果各位你的内心里面没有一个信仰点、依止点，我可以说，你好可怜哦，这样啊，你像个孤儿一样的可怜。那个时候你就会经常抱怨、抱怨的，然后呢，对对错错了啊。所以像我自己是每天都会祈请莲花生大师啊，没有间断，而且我也自己相信我的很多师父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啊，显现在人的形象来引导我学佛。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特点，自己就是会因为这样以后，我心里永远都很安定平静啊，也没有什么想要什么或不要什么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加持，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这个信心，你的内心就会保持一个极静的状态啊，然后这个极静的状态是让你更有能力去服务众生。因为你心情不好，起心动念，那你脸色就不好看了，讲话就很难听了啊，然后你也不能给别人一个安定了。所以你要给别人安定，首先你要安定，然后呢，希望对方可以找到他的那个安定，每天至少能够祈请莲花生大师。那这么多诸佛菩萨为什么要光讲莲花生大师呢？这是因为这个时代啊，已经没道理可言了，叫末法啊。以前你做个道德的人、好人，你会碰到好朋友，你会觉得我过得很好。现在你很道德，你会很孤独的啊，你会很痛苦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平静的心去接受，你明明对对方很好，对方会很无理取闹的去伤害等等等等。所以这是我希望各位就多念，因为现在在这个末法障碍多啊，是莲花生大师的传记收集。当这个世界有铁鸟啊，当人类都在追求那种就像手机的，这个时候是一个纷争乱象，连出家人都会很做得很不圆满啊。这个世界真理是孤独的，
这个时候在特别障碍的时候，然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显现是莲花生大师？就像在西藏，赤松德藏国王要盖一个寺庙，都有很大的障碍，人反对啊，鬼神魔鬼都反对。要盖一个很简单的寺庙，为什么反对的力量这么大？所以那个时候属于圆满菩提心的吉护法师，他说虽然他有菩提心，但是他没办法降服这些人跟魔的障碍，就请赤松德藏国王要去请印度的这一位密咒大师啊，显现神通威德，他是佛陀的示现，能够请过来就可以降服嘛。所以在目前这个社会啊，可能就是各位啊，要能够去对治这些逆境啊，那你要在孤独里面前进呢、啊，那就要有这个很强烈的价值。特别莲花生大师，他是两个相合一，比如说我们佛陀这个叫极净相，就像观音菩萨十一面观音啊，前面白色的脸叫极净相，但是呢，那十一个头上面有了愤怒相啊。那莲花生大师这个脸，他所显现的是啊，他的眼睛是啥？是有啊愤怒相，但他的脸是婴儿相啊。而且莲花生大师显现的是所有所谓在家跟出家的整合体，他身上有国王的衣服、解脱的衣服、菩萨的衣服、密咒师的衣服，都在他身上啊。他就是一个诸佛菩萨总集的力量啊。那你要虔诚的去祈请。如果你是一个内心不是很平静的人呢，那你一定要加强你的信仰的力量啊。当然你可以拜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或某某的法师都可以，那个点你要有。那只是说如果那你发觉很多难题你都没办法克服啊，那你可以祈请莲花生大师。那有些人呢喜欢祈请度啊，那个度也是一种脱离痛苦，让身心自在啊，脱离轮回。那当然就菩萨道而言，那每一个法门你都要了解，因为你要介绍给别人，但是就你个人而言，你一定要有一个专的，你认为哪一个这是你的经验啊。比如说我经常去外面碰到很多障碍，那我就会一直练莲师心咒，哎，突然就会解决了啊，机场不罚钱了啊，过关了，那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们感受到苦或者感受到众生苦啊，所以我们祈求莲花生大师，那是莲花生大师最高兴的。就像阿弥陀佛说，我永远想着你，但是只要你念我啊，我马上就会出现。那事实上莲花生大师是阿弥陀佛身口意显现出来的，没有生与死啊，这个叫不死红生。所以有很多祖师道的，包括达摩祖师都证的，这叫不死红生。对他来讲，不断不断不断的帮助众生。所以莲花生大师说，谁有虔诚心念一下，我就睡在他家的门口。他没有请假的那一天啊，因为莲花生大师是什么？念一下不生不灭。各位修行要修到这，为什么要成佛？我们就可以化为永恒的慈悲、永恒的智慧啊，去帮助众生不生不灭。所以佛菩萨像妈妈一样，妈妈永远意念的儿子，想看儿子，但是儿子现在忘了妈妈了啊。就像很多女生一结婚牵着老公的手，妈我要走了啊，所以因为她要追求世间的快乐，自己的幸福了啊。但是母亲永远都意念的子女，所以莲花生大师说，我渴望能够见你一面，但是你记得他不会开口要求，他不让我们压力啊，这不是骄傲，而是因为唯有你很虔诚想要见我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所以莲花生大师说，他会化成各种的形象，只是你不知道啊，来跟我们见面，来救度我们。莲花生大师说，他从未离弃
对他有信心的人，甚至不相信的人，不相信莲花生大师的。所以有一次我在台湾有一个大道场，他们是汉传佛教出名的，他不会相信莲花生大师的。但是那一天他们办水路最后一天在烧那个纸王船的时候，相一拍，整尊莲花生大师，哇，慈悲啊，你不相信我，我依然来加持啊。那张相片我都有留下来啊，就是这个大道场，他不可能，他连密宗的书都不能放在他们道场的啊。但是莲花生大师依然在加持不信我的人，所以虽然他们看不见我，我的孩子们将会永远永远受到我慈悲心的护卫。慈不慈悲啊？嗡班扎古鲁贝玛西德啊！所以我想，我为什么要一开始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必须研究佛法的人必须先培养如母子相遇的柔软心、悲心，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佛法，才不会让我们越来越离众生越远越骄傲。调查一下会背莲师心咒的举手，五分之一，太好了，其他五分之四有机会了啊！今天我坐车回去就一直念嗡阿嗡班德咕噜贝玛西，等你背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太殊胜啊，很多事情很感应哦。你只要祈请他就给你方向，我现在是活在这种状况的人呢、啊，我什么事情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想法，我只相信佛法啊。在有些事情是超越佛法思想的判断的时候，那不就是人家拿药给我，一还二，我就摸了头，到底要吃哪一种，对不对？我就会祈请莲师加持，然后自然你就知道要吃哪一种啊，那个因缘就会创造。别人来跟你说，或是哪一个因缘，或是突然那个药一摸就跑出来，很奇怪。另外一个怎么找就找不到，只有这个找得到，一直叫你吃这一种，他会创造这种你自己。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巧合意外，一切你摸得到掉出来都有因缘的。所以这里面说了，各位要相信啊，要相信都很困难。我跟很多法师说，你念阿弥陀佛顺便念莲花生大师，他干嘛？念一个等于念三个，快一点嘛。说他就是这样，他不信，我没办法，末法邪见如山，我就很庆幸，哇，好在我相信，哇，我真的福报太大了啊！他讲老半天还不信，哇，真的是障碍重，我们很有福报啊！所以各位，莲花生大师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释迦如来身口意三密的金刚，金刚是一种空性。应化身，应就是配合众生的形象。所以各位回去看一看啊，莲花生大师是最帅的，还留个胡须，那个帅帅的不会老的脸，眼睛又锐利。我最大的快乐是我爸爸常骂我这边有为什么都有两条，我看到哟，他也有，我最大的高兴。我从小奇怪我为什么这样，我难道我是天天在发飙生气的吗？我不是那种人。哎，哎呦，老大也有，没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个是一种加持，那个、是一种金刚，那个叫调伏这些不好调伏的啊。所以我想各位呢，哦，莲师他视线，所以我第一次看莲花生大师是台湾人做的一尊莲花生大师，玻璃纤维的，就这样，就放在我面前，我一看。我就爱上他的脸，我以前不会爱人了，我连女孩子漂亮都不懂了。哎呦，怎么这么漂亮？我就一直看，后来说，哎，那一尊以后都请给我啊，请给我，多少钱？玻璃心很便宜。哇，那个脸不一样就不一样啊！这个现在想起来叫术士的善根，就像我第一次听到伽马包就掉眼泪了，看他脸我也爱上，哇，怎么这么美啊？对不对？我那种好看你没办法形容，就像看到妈妈的脸就是好看嘛。啊，下辈子如果看到妈还是好看，你怎么看都好看，妈妈嘛。
但是那种是没有男女的，啊，我有这种感觉。我看过一个人，就像我儿子，就看我都觉得这个一定有缘的，啊，这种百看不腻的。但是后来我就告诉自己，原来佛陀要我们以这样的心态去看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啊，都是父母啊，去尊敬对方，啊，那种亲切感。所以我想莲花生大师他的视线就是帮我们消除灾难，延寿，去除磨难的殊胜功德。偏偏这个世间哪一个没有磨难啊？哪一个领导没有痛苦啊？每一个法师也都在痛苦的阶段，因为人家不理解不谅解啊。你讲对就容易有人讲错啊。那这种情况，那我们更要祈请莲师的加持。所以莲花生大师莲师八变，这个八变代表无量的变化，释迦牟尼佛也是无量的变化，观音菩萨也无量的视线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一个老板，变成一个慈善家，变成一个国王，变成一个你开车的司机，啊！但是他随时都在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只要你正确的发心，你现在祈求莲花生大师说，让我自己真实圆满菩提心大悲心，也能够利益众生，当下就可以开始帮助一点众生脱离暂时的痛苦，慢慢引导走入菩提道。那祈求莲花生大师加持，那莲花生大师就会化成不一样的形象来度你，来引导你。当你这边走的有一点不对，他会来推你一把，这个叫佛菩萨的存在，你放心好了啊。所以只要你完全的这样去祈愿，所以我们现在来念短的祈愿文。来，祈请乌金如意宝为缘障碍勿生起，顺缘意乐皆达成，是共与不共成就。祈请乌金如意宝为缘障碍勿生起，顺缘意乐皆达成，是共与不共成就。祈请乌金如意宝为缘障碍勿生起，顺缘意乐皆达成，是共与不共成就。所以那这样的去祈愿，让自己能够服务众生，也让别人能够啊亲近佛法，所以太多的不可思议。所以莲师祈愿咒念一下：嗡啊吽，班扎古鲁，贝玛托廷扎，班扎，萨玛亚扎，西德，帕拉，轰啊！好，我们大家都变成莲花生大师，但是莲花生大师视线在我们的头顶，百千万亿变化。然后呢，满众生所有的善愿，啊，众生所有的恶业也让他能够消灭，透过这个恶业的苦，让他们觉悟，啊，把世间的所有都变成众生成就佛道的顺缘或逆增善缘，然后不断的去祈请，这也代表一个传承吧。如果你过去没有这个传承，那在藏传佛教就希望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清净的传承，这样比较有力量。来，嗡啊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吽，嗡啊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吽，嗡啊吽，班扎古鲁，贝玛悉德吽。那所谓的灌顶，有深的灌顶，那像雨的灌顶，心的意的灌顶。那各位如果将来有一个正确的灌顶非常好，因为你的身体可以变成莲花生大师在观想，你的声音变成莲花生大师在念咒，你的心变成莲师的圆满的菩提心，那你在展现的就是莲师的功德来帮助利他的事业。那这是在密乘里面很重视这个，但是你要得到这个圆满的灌顶，基本上是你发心一定要正确啊，不是说我得到这个灌顶我可以发财啊，我可以如何，而是说我愿意完全的跟这尊佛一样行持这个佛的圆满的事业。
就是你要有这个愿，这个菩提愿啊。所以一个利他的菩提心是完全不自私的，完全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所以现在各位就这个修行很重要，就像我回不丹就像回家里一样，因为不丹是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地，所以你回到那边你会觉得看到莲师就会很感动啊，就很震撼。那每个人可以去找到自己这个点非常好啊，你素是修观音菩萨修得很好，所以来这里照了观音菩萨的大像去让人家礼拜，所以你观音菩萨对你很有加持力。那在你内心里面一定要有一尊至少一尊，很多呀，观音菩萨、地藏菩萨、莲花生大师，你眼睛闭起来还是不用闭，你都觉得他在你心里，而且他的形象你看得很清楚啊，他在想什么你都知道。那你要随时把握这个点，这个很重要。那以这个点来超越你自己的生老病死，以这个点的力量来帮助众生。如果你说我在帮助众生，你会气死，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永远还不圆满，但是佛菩萨在帮助众生，那你就变成化身，你变成不是你自己的，我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我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个化身是个幻化的，他只在完成观音菩萨的慈悲，所以你自己就很平静。不然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对这个世界你有太多的不满。所以莲花生大师的教言各位要看，现在很多翻成中文的，特别是佛藏非内容非常好，而且莲花生大师的教法里面包含所有世间法的圆满啊，世间法到空性到大悲到菩提心，所以叫九乘次第圆满，弘法本在咕噜贝玛西德弘啊。所以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包含诸佛菩萨心咒总集的力量。那各位，如果你上网去查一下莲师心咒的功德，你会读不完，每一个字代表什么。我想一门入门门入，并不是说你看到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功德这样，所以我只念他，其他不念，那你又错了。真正的修行是你懂得莲花生大师，原来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每一尊佛菩萨的功德都是这么殊胜，而且没有分别的，只是说善巧方便，这个人修律度母了，这个人念观音菩萨了，这个念地藏菩萨的，那我呢就利用这个方便来进入它，最后我们回归同一点。哪一天你要修道，你看到圣母玛利亚，看到上帝，感觉都一样，因为众生的佛性平等都一样。这个人是信圣母玛利亚，你用圣母玛利亚的语言来勾召他走入他的佛性，可以，那就超越了这个分别了，我相人相。好，所以我们念咒的时候，愿自己跟莲师合为一体，愿众生，我们念这个不是加持我们，愿所有众生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加持，生病的赶快好起来，贫穷的得到富贵，烦恼的得到寂静，修行的愿得到正确的发心啊，亲近的一个很好的法门道场善知识等等等等。那莲师的愿里面包含所有一切，这样来念诵。那莲师的本愿不是满足你个人的私心的，这一定要加持。所以莲师的本愿是为了众生，那我们要以佛同心，这个叫一心念佛，念一下同行同愿。对，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发起这个利他的行为，同愿众生都成佛，这样来一心念佛，这个就是大乘经教的教育啊。各位你要懂得这个教育，所以同样大家都在念佛，大家都在持咒，但是因为动机不一样，结果功德善根不一样，所以我们一直祈求莲师加持，也愿莲师的愿力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我去完成。也希望各位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把你自己整个都化成一颗小小的沙，像没有的存在，进入莲师的脚趾头也好，心也好。我不是我，我是莲师身上生出来的一颗小小的沙啊。早上我又从莲师的心里面又跑出一股，然后去圆满莲花生大师在这世间的愿。
大家在做莲花生大师的，你也讲心上的儿子啊，所以我们都是佛陀的儿子，心子，就是你要跟佛陀的心一样一样。没有我，那就这样修很容易修，你就不会执着。晚上就是完全证入空性，化为光，进入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进入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进入普贤王如来，我就进入整个世界。你如果愿意发起这个心，佛啊，我要做你的好学生啊，我要开始不太爱惜自己啊，我要开始学你的慈悲啊，那佛菩萨就会创造各种因缘。就刚才我点了供，因为我们开车有时候都不知道这饼一饼到底丢还不丢，有时候他们在拿那个机器在看到底多少饼，我都快掏钱的车，掏钱的车呢666，你对镜对镜就好了，我都知道对镜对镜一台就对了啊，因为那个都是佛菩萨派来的。所以甚至我今天在想说这个答案是这样对还是不对，我马上看前面，我不用去抢白啊，前面那个车子的号码其实不是号码，包括天上的云彩，旁边的声音，一切佛菩萨都忙着在创造因缘让你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动机呢，我必须说动机是纯粹为众生，不为自己，那所有的一切因缘都是刚好针对你来的，这一点不用烦恼，不要排斥它。虽然我们现在没那么多钱，但用心回向给他啊，希望真实有能力承担他的苦，不管要经历多少困境或多少艰苦，为其他有情承受那一切，我们的生命便得以转化。所以佛陀累世牺牲他的生命，转化他的凡夫生命成为佛陀的生命，也让我们这样学习。所以了解这个缘起互相影响的道理，所以各位爹爹，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波起诸比心，那么去转化那些人事物啊，就像我上回讲了，我们嘎波堪布要把十几公斤的黄金带到不丹去贴莲花生大师的脸，我们都想不出方法，这怎么做呢？啊，嘎波堪布说没问题，把它包好，包好，包好，经过那个 X 光，哇！你肯定手提袋，伊就这样，结果 X 光真正空性看拢无。好，我们已经还光拢底了啊，这下还这下是，真正看拢无，怎么鬼去啊？那啦，啊，所以因为老格西堪布他相信他这辈子做完他就要死了，他跟我说他这辈子唯一做完就要死了，所以他有信心没问题，他唯一的生命。他肉体死了，哦，他替地方上做了一个莲师大佛，办了这个佛学院，他生命很有意义。所以有时候跟这些老和尚在一起啊，你都没欢乐。他们把佛法当作不可思议的，可以变魔术啊。所以我想各位，只要我们一转化，转化你的私心为悲心，一切环境可以转化。像我们几个人得癌症，顶干苦。因为他过去爱生气啊，自私啊，他现在开始学慈悲心，学原谅他先生啊，请问他癌细胞会不会减掉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癌细胞是因为他的念头不甘愿，再加上过去一个业，这个业我们忏悔，这个念头我们改变，那你从你身上得到证明，阿拜领导挂起来猛拜，癌症请找我，一律免费。保证好，只要你听我的啊，听佛陀的，你要不要改变你的心态？所以因为佛法不可思议，但是我要强调这四个字，念一下，普世责任，普就是普济的意思了，我们要普遍救济整个世间整个世界的责任，当然也可以叫世界责任，只是这个普呢有佛法的意思，佛法是一种普济，一种力量啊，用慈悲与智慧来帮助这个世间，所以叫普世责任。我们学佛教，大乘佛教是希望各位从佛法里面找到你的普世责任，而且是我们大家的，不是我的责任或你的责任，因为这是每一个佛菩萨的责任。为了圆满普世责任，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心、眼、身体、
周遭环境、家庭、社会，一步一步往上推。虽然我们远远的关心的所有众生，但是你穿衣服都要想到我如何把衣服穿好，目的要帮助众生。我吃这个饭不是为了好不好吃，是为了让我能够去服务更多的众生。就像有一次我在美国白宫，我也那时候第一次，哇，这些树红好老啊，有一个警察骑脚踏车跟我很久了，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下来很严格请问你那边是什么啊？美国人他不会马上转，他给你问得很清楚，对不对？我只好跟他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你这个意思是说心是好的，但是很危险，随时会被抓起来的啊，因为人家以为你在喷什么毒液啊啊，所以我跟他解释，还大概我给他看，我怕他不相信，因为他脸很严肃啊啊。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人一定，这美国警察那么多，就他愿意听我讲啊。然后他听一听，有道理，这是很严肃啊，因为他不能在信仰上他不会认同，他心里觉得你这个是有道理，但是很危险啊，所以我跟他解释得很清楚。当然功德一直回向给他，嘴巴凑一个英文跟他讲一讲，但是也要一直回向给他，不要把我抓起来，这个穿这个抓起来不好看的啊。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信仰就很重要，你要一直祈请佛菩萨啊，那至少我做完了啊，做完了。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警察说，那好了，那我打开，我全部倒到水里面了，我就全部把它倒掉，至少我还倒出来了，跟众生说来吧，一起在这边喝吧啊。所以那当然你要利用各种状况。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一个行菩萨道，你想要去关心众生，那个状况太多了啊，多到你没有办法去，但是你不能起行动，你要很冷静去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如果你有很强烈的执着或脾气，那这下问题可完蛋了啊，你反而事情处理不好，连找你麻烦的人你都要渡他，因为这是个缘分嘛，在这个末法。所以你一定要祈请这个信仰点，特别是莲花生大师的加持。莲师心咒嗡啊吽，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吽，嗡啊吽，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吽，嗡啊吽，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吽。那当然每一个字它都有一个意义在这里面，那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个意义，然后呢再加上你在念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利益众生的力量。比如说嗡啊吽，它就是让所有众生脱离地狱轨道出生道，叫嗡啊吽。所谓嗡啊吽，就是帮助有情断除他内心的贪嗔痴。所谓嗡啊吽，就是祈请诸佛菩萨的金刚身、诸佛菩萨的金刚语跟诸佛菩萨的金刚心来加持众生，就把一个凡夫众生转化为像诸佛菩萨一样的金刚身口意。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吽，而这五个字，那就是断除众生的五趣轮回啊。一般把阿修罗道分到每一个道都有阿修罗道，所以呢，地狱鬼道、畜生道、天道，让他们脱离五趣轮回。那众生为什么会在轮回里面呢？因为众生有五毒烦恼：贪、嗔、痴、慢、疑，还是嫉妒，这个五毒烦恼。所以你念这个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吽，断除众生的五趣的轮回、五毒烦恼，让众生开发五方佛的智慧，五种智慧，让所有轮回众生能够随意的往生五方佛净土。那大概简单的意思，但是整个来说，就是说小乘的功德、大乘的功德、密乘的功德，都在这个嗡阿吽班扎咕噜贝玛西德吽的总和里面。所以莲师说，你每天能够念个21遍乃至7遍，你生生世世不堕落三恶道啊等等。那我想站在金刚乘，有时候他叫为什么叫一辈子修一个本尊，因为他听完这个，你有这个信心，那你完全去修，那你就会通达所有一切吧。
啊，并不是说哦，我修这个，那其他我不要修，因为你修这个入这个门，就像这个大殿，你从窗户从哪里进来，你只要进来了，每一个门你都通的。啊，所以他们呢，有时候就会先这样专修，专修一成就了，那对每一个都方法都一样的，只是因为形象还是方便不一样。但是这一点，那当然各位就一二三慢慢去圆满。如果你有经过灌顶的啊，你还要这样观想，你变成莲花生大师，声音变成莲师的声音，心跟莲师的控制完全合为一体，就身口意完全变成莲花生大师。那这个世界的众生也慢慢被你转化，都变成莲花生大师，而且这个世界都变成莲师的净土。甚至各位做烟供，我们也不知道烟供力量能够有多大，但是你祈请莲师，等于莲师在做烟供，莲师在供水啊，莲师在帮助对方，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转化啊。我们的力量有限，但是呢，诸佛菩萨力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也有个好处，是你不会我慢，一个人是我的力量，那事情就糟糕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什么叫邪师呢？邪师的意思拜我就好啊，拜我。那我们不是，我们是凡夫啊，这个是虚幻的啊，但是一切都是三宝的加持啊，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这样会让你自己更谦虚啊。就像莲花生大师说，你提醒他，他比你还高兴啊。啊，他终于他的愿可以在你身上成就啊，他可以帮得到你。所以我想，生命的快乐是我们可以帮助到，那只鱼要被杀了，我们可以把它救起来，它游回去，哇，我们好发喜啊！施比受有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越祈请莲师，莲师越欢喜，你越相信他，哦，莲师越努力帮忙，消除危缘。释迦牟尼佛以显教的教育为主，然后呢，莲花生大师也叫第二佛，是从释迦牟尼佛心间生出来了，就以密众为主。那无论如何利益众生呢，我们都学。那现在的人病很多，而且病不是光世间的病，大部分都是烦恼魔障病。所以莲花生大师也显现成药师佛合为一体，所以他就变成药师佛的蓝色的脸啊，然后呢就传下这个祈请文。那这一次我去西京祈请一位祖师说解仁波切，当地人都知道他是唐东加坡的化身，也是莲师的化身一样啊，专门在修莲师法门乃至烟供。我的很多烟供仪轨，包括各位念的短短的，都是他传下来的。好，各位请看到背后，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像我们叫有情，这个身体明明是假的啊，虚幻四大组合的暂时的，但是一生病也会很痛苦，所以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身体，就像我早上讲，我们出家人什么都没有痛苦了，不就是这个身体也会痛苦啊？那身体痛苦就难办道啊，身安得道隆。所以怎么办呢？心无疑虑，专一而祈请。除了我们祈请药师佛加持，念大悲咒都可以，但是呢，各位如果有缘嘛，那心无怀疑的专一的祈请莲花生大师。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啊，所以莲花生大师就是药师佛一样，没有分别。若非受尽障碍必消除，除非你我们该死了啊，不然呢，这些痛苦障碍必定消除。乌金莲师慈悲我祈请啊，莲花生大师说跟阿弥陀佛讲的话一样，你对我相信，念我的名字，我像一只狗一样的24小时守护着我们。莲花生大师就说，就算你不相信我，我依然守护你。哎，活菩萨是慈悲平等的，所以呢，慈悲心我祈请，所愿任运，希望我们所想的所发的愿都自然成就，齐加持。好，我们大家念三遍啊，然后以后你可以自己把它背下来，来一起念。来，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心无疑虑，专一而祈请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
若非受尽障碍并消除，忽今莲师慈悲我祈请，所愿任运成就其加持。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心无疑虑专一而祈请，莲师以药师佛无二别。若非受尽障碍并消除，忽今莲师慈悲我祈请，所愿任运成就其加持。第三遍用唱的，你要唱什么调都没关系，那更容易观想。如果不是你生病啊，是别人，那你帮他你就要观想，你变成药师佛去帮助他。那你这时候念莲师祈请文，如果你有莲花生大师的灌顶，那来自你观想莲花生大师在你头上给他放光加持，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唱一遍来。有情患有身躯病起时，痛苦难忍疾病之所害，心无疑虑转移而祈请，莲师与药师佛无二别。若非受尽障碍必消除，无尽莲师慈悲我祈请，所愿任运成就其加持。莲师药师佛心咒：唵阿吽，班扎咕噜，边玛推天扎，边玛推天扎，贝康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红啊红，班扎咕噜，贝玛推听扎，贝康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红啊，红啊红，班扎咕噜，贝玛推听扎，贝康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红啊。好，我念三遍。哦，莲花生大师跟药师佛合为一体，消除众生病苦业障等等。嗡阿吽班扎咕噜贝玛推顶扎贝康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嗡阿吽班扎咕噜贝玛推顶扎贝康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嗡阿吽班扎咕噜贝玛推顶扎贝康杰拉扎萨瓦西德帕拉哄阿。好，来，我们先回家。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上报所有众生恩，上报国家领导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嗡阿吽，下济恶鬼苦，嗡阿吽，下济动物苦，嗡阿吽。回向所有死亡儿童、堕胎胎儿，嗡阿吽。这个嗡阿吽就是，嗡阿吽就是具足一切，最好的都给他们，让他们身口意像佛一样啊！来，回向所有意外灾难、爆炸死亡者、自杀死亡者、现场所写往生牌位有情。嗡阿吽，回向个人累劫累世所有冤亲债主、感情债主、杀业债主、金钱债主、口业债主、动物灵魂。嗡阿吽，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回向所有病苦者、贫穷者，现场消灾排位，同享功德，长寿无病，快乐自在，深信因果，不退菩提，同成佛道。对呀，他班长者呀，阿瓦波达那也说哈。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